吼，啊，到民进党成立了，台湾的形势大概是这种形势啦吼。一边是中共要咱并吞，啊，一边是台湾人要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啊，中国党迄个时阵是所谓反共，吼，啊，徛伫这个差不多伫这个中央车，吼，因啊拒绝台独，啊啊反共，吼，所以徛伫台中间。啊，民进党成立的时阵是足清楚，是台湾人，伊要建立台湾共和国，吼，就是讲伊是徛伫台湾人这边，啊，要建立台湾共和国。所以这是当时的形势啦吼。但是呢，1996年了后，哦，1996年了后，形势稍微有变化吼，啊。形势的变化就是讲，1996年了后，因为台湾人做总统，啊，有真侪只的啊，唔是台湾人，因认为因的机会，因伫台湾所辛辛苦苦乌白创造的一个迄个中华民国，乌了无侪创的一个中华民国，咧控制咱台湾人，咧剥削咱台湾人的一个机制，有可能会失去，所以因开始哦挖中国，挖中共。啊，主要伊挖中共，就是要要求中，伊知影讲中共想要摕台湾，啊，伊今仔日伊要摕台湾，无可能摕到，啊，所以有需要一个啊，那想要讲一个代办，迄个买办吼，替因伫这个所在看会当顾台湾顾好势未？啊，中国党本身啊，利用这个弱点啦吼，就是讲啊，你得爱靠我顾台湾，啊，所以你得爱我斗下手。哦，所以我想这是真清楚。1996年了后，中共有愈来愈明显咧帮助中国党咧控制咱台湾人吼。啊，因走入去迄边，啊，煞做啊，咱的民进党看安尼，那想要讲啊，着迄边人较济，啊，伊也怎啊对位迄边去吼？就咱咧讲输人有输阵，啊，伊也怎啊走位迄边去？啊，走位迄边去，伊一个足大个问题，哦，足大个问题，就是讲。伫台湾人这边，台湾要建国这边怎啊抗拒？啊，所以国际社会认为讲，啊，恁台湾人啊，就拢徛伫这边啊，啊，所以是恁台湾人家己希望要甲中国统一，或者是大概整整整，伫这個国际社会内底会产生这种一个迄个误解啦吼。啊，咱台湾人家己本身嘛有哪安尼感觉？啊，所以伫因为我伫台湾，我那有真侪所在咧演讲吼，我真侪所在去咧做遮个超级运动做演讲，有真侪人到今年，尤其到今年二月，因拢感觉台湾大概会无去啊！哦，即种个低迷个气氛，啊，我想伫海外我接我所在也是差不多是安尼，大家拢感觉中国啊，中国个迄个力量已经侵入啊，侵门大户入来到台湾每一个乡里内底啊！啊，咱台湾人也未觉悟，哦，大家也未觉悟，啊，所以呢，看起来大概是会去予伊吞去，所以这种的气氛哦，足令啊重。啊，当然做独立运动者，阮是袂当表现出来讲失望，啊是失志，但是伫这个世界咧走，是足清楚会当感觉到这种无啥好的一个气氛哦，对咱的民族运动来讲无啥好的一个气氛，一直到。三月，啊，忽然间变出一个所谓太阳花的起义，哦，这是该讲做起义，足侪人讲是学问啦吼，啊，所以上这是一个起义吼，啊，这个太阳花起义了，它改变咱台湾人，我相信啊，改变真侪海外的台湾人，但是对本土伫本岛的台湾人，迄种士气忽然间怎啊拢掀起来吼，你会当看这种太阳花起义的学生囡啊，事实上第一批的差不多三四十个尔。啊！伫这三四十个，因的行动会当加总入去占这个啊立法院，哦，你讲为着要阻止这个胡茂，会当占立法院。啊，怎规个台湾的社会，无管就是讲所有对现状不满的，大家拢总集过来，啊，把迄个立法院四个人都围到安尼水泄不通吼、哦。所以这是一个让台湾人本身重新，搁怎对台湾产生一个希望吼。哦啊，这个物件到底是安怎才会当有这种的现象？哦，这可能就是爱啊看落去，一个就是革命2.0这个物到底是啥款？哦，伊这由来是为这个所在啊。我想大家知影，伫这个2011年初，就是阿拉伯之春的时代，就是这个突尼西亚的总统啊，伊
伊是执政二十三天，不管是 CIA 还是苏联的，还是迄个俄罗斯的这个情报单位，还是中国情报单位，拢认为这个人出差，无可能有人有法度通甲推翻。啊，但是竟然去予一挂真少年，也毋知影名，也毋知影姓的人，啊，甲伊推翻掉。啊，不但是安尼，扫落去十八月日后，这个埃及的这个总统，这个独裁总统要到三十天吼，独裁要到三十天。地位足人啊在，啊稳啊哩二十八日内底，啊落去吼，甲伊切掉去，啊这甲伊切掉去了，刷落去当然就真侪迄落接续下去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吼，就这个这个也门啦吼，也门的总统啦吼，啊加这个加达菲吼，完了利比亚啊这个总统，哦啊然后加太阳花这代志，啊当然其中中间啊佫有真侪啦吼。啊，即摆来讲，而且呢，纽约派伊是感觉足奇怪，啊，较个遐足人啊强的独裁者，啊，对因的社会控制个遐人啊强，政治上控制遐人啊嘛，军事上军权拢六条的，啊，较会去哦，无条无理去哦，一寡哪想啊，也毋知影为倒一搭来的风哦，啊，怎啊推翻掉，啊，感觉足奇怪，所以纽约派特别派记者，专门的记者去啊，即个开罗，去伊所在做调查，啊，调查的结果讲。调查结果发现讲，差不多十六个，迄种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高音啊，也毋知影名，也毋知影姓，互相也无熟悉，啊，干那利用这个脸书，啊，伫迄个所在传扬因的理念，啊，大家伫遐讨论，啊，大家伫遐话讲，来甲伊推翻独裁者，啊，大家就拢总撞出来，哦，所以来讲，这是一个足人啊新型。前过去拢总是有咧什么孙中山啦、列宁啦、或毛泽东啦，这种领导者，啊，伫迄个所在集结足大个组织，啊，然后他啊推翻因所要推翻的政权，啊，即马只这个情形煞跟过去拢无同啦吼，啊，所以咧，伫这个埃及的革命内底，敢那唯一是英雄的，就是这个叫做高尼，因为伊叫警察抓去。就讲七十个高囡仔内底，唯一互警察抓去的，是真个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捌伊，啊，所以变英雄。哦，所以伊伫这个姆巴勒宣布要辞职，哦，宣布要辞掉这个总统的时阵，啊，这个五年，互大家送来伫这个解放广场，哦，因迄个群众集结，就讲集伫迄个解放广场，啊，所以五年伫迄个所在宣布，讲这个革命就是叫做革命2.0。啊！伊这个2.0，因为伊是 Facebook 伫这个北非的一个迄个 manager， 啊，所以伊知影讲啥物叫做2.0吼。啊，2.0的意思是代表讲一个新的科技哦。那咱小讲咱的软体，那打开始拢叫做1.0，哦，就一个新的软体出来叫做1.0。啊，即摆若小讲有改变，啊，就是叫做1.1，哦，啊，来佫改善者1.2、1.3，啊，若大改变。叫做2.0 ，OK 啊，所以这2.0的观念是为这个所在来，代表一个创新啊，足大改变的一个阶段，哦。